朱总早。早。你对这个陆厅感情有点深吗？其实我玩这个游戏很多年了，他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，所以有些舍不得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啊，朱总您说。你认为朱总，哎，你认为虚拟的爱情跟真实的爱情差别在哪？朱总，我会觉得在这种场合跟您讨论这个有些奇怪。不用奇怪，这也是工作的范畴嘛，毕竟这是我们游戏存在的意义，对吧？嗯，的确，这个游戏对很多女性玩家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很不一样的地位，但它毕竟是虚拟的，代替不了真实的生活。嗯，对。所以要是你不把我定位成老板，而是定位成同事或者朋友的话，可能你就不会那么紧张。知道了，朱总。你去忙吧。好的，朱总。